太子哥啊，烂嘴烂嘴烂嘴，不烂嘴，烂嘴烂嘴，不伤害。这个活动是在短短十天内决定的，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。今天这个日子适合办活动吗？等一下，我来看，我来现场一下。29号，嘿，叫什么？你先点解。仪式不举嘞，哎。哎，这次在咱庄头的，是大吉。这车辆给你盖头啊，嘿，这光参考，光参考啊，你好。啊，这天我开始还的大吉啊。基本上今天的活动，我们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哈，平平安安的。来到我们云林的天地宫，就是西罗大哥的太子会。嘿嘿嘿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来有办很盛大的活动，我们赶快进来找老朋友，真的很富丽堂皇。哎，先到天地宫。对啊，那顺便来找一下太子哥。哎。还有免费收金呢，今天限定哦，来猫王姐，哦，落了安尼就会使啊，哦，我落啊，哦，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哈，辛苦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十块就感谢了，哎，那给20会怎么样？一个人赚10块，哎，会怎么样？哎，我这个没有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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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手伸出来一下，好来，好哦，哦，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大哥，哦，谢谢大哥，恁两个吃得上，哎，是这个咩料？在，我来乖乖，做不了家己啊，你是咧啊？哎呦，太子哥啊，哎呦。烂嘴烂嘴烂嘴，不烂嘴，烂嘴啊！不脏，每次只要有西罗大哥那一集都怎么样？哦，点阅都特别特别。所以我咧有咧想讲吼，要来打朱启林话的哦。来，来你讲一个不务正业，来不务正业，耶！卖啊！鼓掌！我要讲，西罗大哥他后来也都一直在 follow 我们。我们要做任何事情，他都很挺我们。我们这一集播出，923见面会还没有播出，知道吗？见面会，西罗大哥，我们跟他说，我们买10000块的菜，你帮我载10000块的菜来现场发给大家。当天结束，我们才知道那一车的菜价值3-4万。我要拿钱给他，他不拿。好啦，迄拢是阮三弟国在市哦，一挂咱在中房山，知影我要去高雄遐，所以停咱阿嘛停高雄安尼啦。哦。回馈乡亲啦，回馈咱家粉丝。不是讲卖不掉的菜啊！哎对吧？啊，哦，无怪，拄仔要行入来，遐歹行入来，遐人有够济啦。遐拢交通管制啦，伊就你要来，拢交通管制。对啊，你们有申请路权吗？阮这条吼，你要来拢免申请。真假的啊？但其他的厝边头尾呐，空伊的咧。阮遮拢吼，拢住喺最好的厝边啦，袂啊，拢叫搬走。剩个遮拢好诶，袂害拢，袂啊，拢叫拢搬搬走。然后鼓掌，今天要办这个活动也很不容易，而且这个活动是在短短十天内决定的，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。今天这个日子适合办活动吗？等一下，我来看，我来现场一下。29号，嘿，叫什么？你先点解。仪式不举嘞，哎。这次在咱庄头的，是大吉。过来再来，这车辆给你盖头啊，这光参考的，光参考啊，你好。啊，这天我开始还的大吉啊。基本上今天的活动，我们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哈，平平安安安的。因为大哥嘛，有看一挂店家在疫情的时阵，生意都安怎，足艰苦啊，嘛足辛苦的。啊，他也看到我们这样走，所以他说我们要做什么，他都很挺我。好，来，鼓掌。那我们进完太子爷了嘛，外面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，就要展开辣妹跳舞、舞龙舞狮，一定要有啦。哎，舞龙准备好啊，传热啊，传热，传热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老练了，老练了，来了。成功成功！九龙太子会，九龙太子会。
谢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